现在我在这边要练，今天要练一下这个二头肌 bicep。那我用哑铃这个 W 杠跟哑铃做一个交替啊，在阳光下，一边在阳光下练是很舒服的事情。而且这边还可以摔哑铃哈，这个声音就是真正的练身体的声音，铁线的声音哈。Oh, you use this?